上网收发 email 对许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，但是三万三有一群婆婆妈妈却得从头学起。透过数位机会中心免费的课程，不仅让他们认识电脑，还学会了收发 email， 还有使用现在最夯的 Facebook， 让这群妈妈跟上时代的脚步。为改善城乡数位差距与缩减妇女数位落差，三湾乡公所向基建会申请100年缩减妇女数位落差实施计划，辅助三湾数位机会中心规划基础电脑相关课程，提供妇女免费上课30个小时。参与学员大多是50-60岁以上的婆婆妈妈，由于他们对电脑相当陌生，再加上注音符号早已忘得差不多，会让大家快速上手，授课老师从头教起。那我们这一个课程呢，最主要都是妇女班，所以他们是刚开始连开机啊、关机，而且尤其他们好久都没有接触那个注音符号，他们几乎都国小毕业的比较多，所以他们连英文字也不认识。那透过老师，我们那个李长青老师呢，他很用心的，就是指导他一步一步，慢慢的来那个，所以他目前他们已经第7堂课，已经可以开信箱。看自己的信了。经过几个礼拜学习，婆婆妈妈们除了学会基础输入，还懂得如何收发 email 或是使用 Facebook， 跟上资讯时代的脚步。所以说我这次来上，觉得我收获很多。哎，现在也会写信，我也上 Facebook 那些，就是说会交到很多朋友。基础电脑课程结束后，三湾数位机会中心也将陆续开办进阶课程，提供乡内妇女朋友们继续学习，缩减城乡数位差距外，也透过无远佛界的网络，拓展婆婆妈妈们的视野。大苗栗新闻陈宏仲、苏慧玲、曾彩萍三湾采访报道。